我换个破产。好了。五十二的衣服上的汗渍。你照到了，停留一下的。好了，可以了是吧？衣服上的汗渍，45照射。有吗？不是有啊。荧光。看到了，你下面那个，下面这个。然后上面呢？看一遍。下面的。那这边呢？看到没有？那个白花花的。先用肉眼看一下的，那这个地方啊，看到了，然后整个衣服呢，这边，等一下。拍到了。这也是汗渍。好，放五三二火柴。